玻璃兽超级可爱。胖胖球其实我是没什么兴趣，老实说。胖胖球啊，抱歉了，我家里已经很多只了，没有办法再养你了。它差别待遇不是啊，你家里就已经有一窝的这个，你没有办法就。真的没有办法啦，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可以抓去卖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，那好像又有办法了。玻璃兽跟你一样小坦，当然啊，同种同源啊，可以卖的话那可以啦，那抓一下好了，如果可以卖的话，可以卖钱，可以卖钱，那没有问题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卖就另当别论了哦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